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血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2021国办复工复产很普遍，虽然形势不轻松，很多企业仍开工，德云社里没开箱，目前在家都心慌，只好二次去就业，街头换面跨台阶。亚洲男子艺术团拥有很多好演员，平时登台说相声，其他行业也精通。德云社的演员中，很多大腕和明星，不输二三线演员，专业演技不平凡。性价比也非常高，流量人气直线飙，直线飙升的人气，印象深刻难忘记，拥有号召亲和力，这些优点无人及，短期开箱不可能，复现在家咋会行？二次就业重新来，各自调配和安排。德云男孩很有才，隐藏技能拿出来，欢乐喜剧人烧饼，如今已经大不同，被狗先抽烧饼君，外形变化也翻身。每天吃着减肥餐，健身房里待一天，烧饼身材被练好，也给别人做指导。烧饼真的很牛掰，私人教练好几百，烧饼身价会更高，师兄弟们把钱掏。担任采购部经理，家里家外都打理，购物照片拿来晒，大大小小塑料袋，购物车里都装满，采购一车回家转。烧饼搭档曹和杨，邀约不断也繁忙。年轻一代演员中，后浪节节都攀升，外表帅气很从容，幽默自然受欢迎。减肥之后王九龙，优美身形也练成，外表不输小鲜肉，拍摄网剧看不够。还有少爷郭麒麟，德云社的接班人，混得风生和水起，流量大咖无人比，各大综艺都出现，精湛演技人称赞，表现可圈又可点，低调谦逊不自满。德云管家栾云平达到颜值的高峰，登上杂志的封面，时尚外形人称赞，一脸严肃乱堆堆，外形时尚颜值美，携手徒弟两个人，等待粉丝一大群。德云社的这些人，宝藏男孩一大群，一心一意说相声，满腹才华藏心中，如今遇到大变数，才华再也藏不住，不能复工说相声，跨界转行也成功，二次创业卖台阶，宝藏男孩再就业，那个再就业。作为宝药，白白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冯鑫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鑫凡红啥都在对，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明知为何叫二藏微博胡思，网友们大呼狗血，谢谢。